在美国建那个乔治卢卡斯的博物馆。建筑我就觉得应该是成为这景观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那个设计呢，其实特别像一个在雪地里边的一个小雪坡，或者说从你如果在空中看，它好像成为河流的一部分，就完全是曲线的融到这个自然环境里边去。我觉得它既是一个人工物吧，但是又好像是自然的一个生长出来的一个小精灵似的东西，让人来到了歌剧院觉得它还是一种在自然中的一种延续的体验。它最重要的是这个文化建筑的姿态非常的亲切，这个是非常不同于之前的把建筑当成雕塑去设计的那些所谓标志性建筑。我们当然是标志性建筑，但是它这个标志性一半是建立在它的形象非常美的一个形象，但另一半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在人的心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去处。Not only outside, but also inside the whole auditorium with this round lines, almost no corners. It's also acoustically amazing, and we just love to play here and be here, and we really enjoy.一般中国会接受一个在国际上已经被认可的东西模式，所以这种有开创性我觉得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个开创性跟地方的自然也好，景观也好，和社会结合得非常紧密。它是从当地长出来的建筑，